你觉得直男可不可爱？哦，我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直男的，因为他们讲话都很直接，然后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，然后我讲话就是我也是很呛的那种，所以我完全不在意说，比方说我今天化妆，他竟然跟我讲我没化妆这样，就是我会直接呛回去，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有种快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他呛到没有话可说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比较应该是比较没有心机，就是心直口快，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所以他的意见有时候是最中肯的这样。比方说就是问他哪一件好看，他就会直接讲他的意见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就是没有修饰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听真实的话，就是不要那种怕你生气，然后就讲一些包装虚伪的话这样。然后还有就是，而且直男的话就感觉就不会渣吧，因为他不懂得怎么讨好女生，有没有？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会比渣男好一点这样。好，拜拜。